他是啾啾，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。虎斑猫冰凤与橘猫吉姨是他的室友。啾啾其实很讨厌吉姨，因为他老是在看别人碗里的饭饭，而且上完厕所也不盖猫砂，身上总是有股屎味。啾啾完全不想站在吉姨的旁边。冰凤其实也不喜欢吉姨，因为吉姨喜欢趁冰凤熟睡时拔他的胡须。吉姨真的是全世界最讨厌的猫猫，真的没有猫猫喜欢吉姨，而且他的睡香还很丑。